江小美，走法律程序，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不同意也没用，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婚姻法，只要单方面提出，法院完全可以受理。看清楚，我有病，抑郁症。 这是证明我患有抑郁症的诊断书，我研究过婚姻法，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判离婚的。如果你到法院起诉，我就搬到你那儿住，让你照顾患有抑郁症的老公，尽妻子的义务，明白吗？